当你可能刚刚我走进来，大家就会非常年轻，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的5年多，将近6年时间，从大概看完了一个从一个蓝海到红海的转变。那么我的本家呢是从 Google 的推广开始做的。那么为什么会走到 Amazon 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等会儿会讲到这个 Amazon 的本质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个购物网站，或者说是一个你发布产品的平台，其实都不是，它只是一个搜索引擎。那么我们当初呢也是从这个搜索引擎走过来的，然后机缘巧合结识了很多所谓的中小卖家，就是大家都是一起发展的。刚才 Ken 可能在有一部分讲到说，我们公司把几万的投资变成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投资的时候，它转瞬即过，可能因为他不是我们公司的，可能他讲的不是那么有底气。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十分真实的，倒不是给大家打鸡血，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市场是真正一个以小博大的市场。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可能当然不是让所有人就是说跟我们上课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因为生意这个东西是不能保证的。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呢，会大家跟大家大概交流一下这个 Amazon 它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个是否值得我们入场的阶段。因为每一个生意啊，它都是有一个你知道吗，这个萌芽期高峰期，到一个最后你被人家收割完，你不能再进场的时候。我会尽量的把这个讲的细致一点。那么因为我不是专业做这个讲座的，所以如果中途有漏了什么点，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在这里呢就是希望，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经营了很久，那么多数做得好的反而是国内的卖家，或者说国内的一些生意人。所以我其实很想把这个我所有的知识啊跟大家为大家所用，就是那么简单。可能缩短一个你5年跟 Amazon 接触的时间，因为你再去花个3年到5年熟悉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就会不错，就是大家实话实说。所以说咱们这个课程呢，希望最后就能成为一个敲门砖，一个大家熟悉建立一个圈子的机会，大家一起找到这个途径吧，像是给自己再找一条路。那么具体的我们等一会儿看一下这个 PPT。 对，刚才我刚在门口有看说Ken 问大家做实体经济的一个举手，然后做网店的没有举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上班的，我觉得当然是上班，但是应该是对的。我只觉得是不是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保守了，或者其实大家可以开放点交流。我们大家都是华人嘛，可能有些时候有个习惯就是闷声发大财，但是因为既然坐在这里，大家一定是对这个行业对这个项目是有兴趣的，所以我想知道真正的大家了解或者说已经接触过 Amazon 的在座的有吗，或者说接触过 eBay 的都可以。 eBay 蛮擅长 eBay。 OK 所以说在座的还是并非有很多接触过电商的。我们这个课程呢叫 Amazon Zero to Hero。因为总的来说呢，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华人嘛，总是对贸易是非常有接触的。我看在座各位肯定很多都是我的前辈，有接触这些贸易啊，或者说进出口的这些方面的生意。那么其实电商它的本质呢，我刚刚讲 Amazon 的本质是搜索引擎，那电商的本质是什么？电商的本质它其实还是 import export， 只是它更适应一个现在当下的一个形式。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所谓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特别是我们在这一块的华人，可能很多接触这个进出口生意的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其实市场是恒定的，甚至是在增长的，因为人口不断的在出生。那么而且人口的总量是不断增大的，那这些生意呢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换到了一个网络市场。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课啊，咱们适应的人群呢可以包括已经就像 Ken 说过那些企业主没有问题，以及所谓的没有任何资质没有任何经验甚至在找工作有困难的朋友也可以听一听。
只要你做完这个课程全部都听懂了，我可以保证你几千块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是在你自己愿意维持的情况下。因为每个人的雄心壮志不一样嘛，你的 ambition 决定你的高度，所以我们先别把这个牛吹那么大，我们把这个大概的过程先讲完，让大家理解一下。Zero to Hero 就是很明显的，我们会说我们让所有一个没有基础的人都可以做完这个课程，那是我的初衷，因为我希望先把大家带进这个圈子。如果大家觉得可能有些东西超出了你们的理解范围了，你们可以打断我，也可以说记下来，然后课后问我没有问题。那么我今天主要会涵盖五个部分，是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我们用中文解释呢，就是搜索引擎的位置优化。就像我刚刚说的， Amazon 它为什么是个搜索引擎而不是一个购物系统呢？因为你很难严格的去定义一个购物系统或者说是一个购物网站，因为你在 Amazon 所有的事情的第一步，你就是要搜索你的产品。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会决定你这个产品的导向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你搜出来你的产品排在前面，你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了。这个是 marketing 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我们叫做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最早是从大家从 Google 啊做这些词条出来的。那么同理是用到 Amazon， 他们也会做这个工作。第二点叫 product， OK， 片友讲说是会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产品怎么选择，因为如果就像我们刚才所谓的调查，如果大家都不做实体店，那么有可能你手上是并没有产品的。那么我们大概的过一下，会让你知道，或者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会让你知道怎么样的产品适合在 Amazon 卖，或者说会让你花最小的力气、最小的代价去不要去处理那些 customer service， 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方面。我们在做的是尽量把这个生意的体量做小，但是营业额做高，因为在美国人工也是非常贵的啊。咱们尽量把这个事情简化。第三点 ，traffic，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产品的或者说一个卖家账号的流量的导入。我们也会在课程里有涵盖，因为对。然后第四点，然后我详细会讲到 traffic 的这个问题啊。第四点就 conversion。以及第五点，这个 fulfillment， 刚刚前面都有讲，fulfillment 就是刚才Ken 有提到的所谓的海外仓。我们呢，在 Amazon 这个叫做fulfillment by Amazon， 可能在其他地方它就叫海外仓或者其他形式。fulfillment by Amazon 这个东西呢，是 Amazon， 它能成为这个目前占这个 domination 的一个关键点。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短短这几年之内从一个老实讲啊，我七八年前还没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我真的会把 Amazon 当作一个卖书的。其实不知不觉之中，大家的这个概念已经，怎么就觉得你聊起来你已经在 Amazon 买东西了？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卖书的网站为什么走进了你的生活？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引起的。那么我等会儿给大家在讲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会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它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推动这个生意在做。最后一点就是这个 conversion 就是转化率。就是因为我们会导入很多 traffic 嘛，对不对？ traffic 进去之后有这么多人看，为什么是店生意有好有坏？就是这个 conversion 导致的。不然给你再多的流量，再多的人去做着，就像我们今天做在座的大家，如果看完之后觉得没有什么收获，那我们这个课 conversion 就失败了啊。咱们稍等一下，我继续往下看一下。对，这就是我刚才要往下走的这几块。有需要拍照可以拍一下，就是这五块其实是一个 Amazon 生意的核心。那么就是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你看我在这边把 performance 摆到了第二位，因为大家入行之前可能会先要理解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对传统的电商可能跟现在电商理解的方式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在座很多人有接触过 eBay 的。那么 Amazon 跟 eBay 呢，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OK， 这个片友讲说这个咱们就随便过一下啊，说 Amazon 这个大那个大，有多好，当然是好。如果一个东西怎么说呢，好是相对的，我们进去了没有钱赚，那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说我们做得很苦，那还不如出去随便打一份工，这个就没有意义。那么我主要要讲的这一点呢是这一点，说
这个 search engine 呢叫 A9， 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或者是自己搜索一下信息，是 Amazon 的一个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呢是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搜索引擎，但现在已经被 Amazon 全资收购了。那么也就是它所有的秘密呢都全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它怎么去排你的产品，怎么去定位你的产品，你的产品怎么样卖得好，都是 A9 决定的。而对，我们继续往下讲。这个是我们课程里的其实一部分，我今天先拿出来大概的给你们起个头，就是讲这个 SEO 的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我强调，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理解不了这个，因为这个生意比较抽象嘛。抽象，那我们进入一个网站，大家掏出手机进 Amazon， 第一件事情一定会说要去搜我的产品，比如说什么我们说 iPhone case 对不对，或者说这那。那么为什么你随便掏出一个产品，它一搜可能有五六百万的结果，那么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并不只是在做的，或者说你在城市里看到的这些，你光你的一款产品的竞争对手都有五六百万，那你可能会问单位，哎，这个都已经五六百万，这不是比我实体店竞争更激烈吗？我实体店只要管好我这个小区，或者管好我这个 blog， 那么我为什么要跑到网上去跟这五六百万产品去竞争呢？而且你的一款产品的竞争对手是五六百万，你的十款产品的竞争对手就是五六千万。那么我要说的呢，就是如果你不去竞争呢，你就白白丢掉了这款市场，因为你们没有尝试过站在金字塔顶端。咱们不要说去顶端，咱们就说去最高的那三分之一的那个位置，你的流量，你不要战胜那六百万的对手，你起码战胜五百万的对手，那么你可能在往上升的时候，我们这个课程要做的就是能保证你在营收的同时呢，能继续把你这个生意经营下去。那么你真正要做到这个金字塔顶端呢，后面要付出很大的工程量，当然它会有个公式，我们会一直告诉你们，等会儿我会把这个公式列出来，当你把这个去想通之后呢，具体付出多少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努力了。因为这是个生意，所以说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为特别成功的商人，或者说你在Amazon会怎么样成功，但是我能告诉大家，我会毫无保留的把你们需要的以及我所知道的都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本身呢，我本质是一个 marketer， 我不是一个 seller， 所以呢我可能会比一个 seller 更加公正的去看这个市场，因为我手下有很多 seller 跟我一起合作一起成长，那么我可能会更懂每一个 seller 心理，或者会经历过怎么样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波动，所以我希望这三个月里面，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坐在一起进行这个课程呢，我们能把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全部一起解决完之后，我们从你们上路，然后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 Amazon Business 商人。然后OK， 咱们就从4321这样讲下来好吧。还是第一块，我刚刚讲的是说这边有个 typo， sorry， 这个应该是 FBA 或者 FBM。FBA 呢就是 Fulfillment by Amazon， 就是说Ken 说过的 Amazon 海外仓，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现在 Fulfillment by Amazon 它的点可能至少已经有几十个仓库了，在全美。它每个仓库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开车去看一下，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怎样工作的呢？ eBay 曾经非常火，非常成功，包括曾经有很多中国跨境的一些平台非常的成功，但是他们最后全部都不行了。问题出在哪里？大家以前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惯性，第一点，我买这个东西估计很烂，因为是从中国买的。第二点，我买的这个东西我要等两个月之后，也许某一天 surprise 它就出现在我家门口了，当然还有一大部分的可能是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出现在你家门口。那么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让这个电商这个网络啊并没有很快的跑起来，直到出现了这个 Fulfillment by Amazon。 它的工作模式呢是将它的仓库摆在 Amazon 跟你中间，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要把你的货物先发给 Amazon， 它会帮你归类，而且它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远便宜过很多仓库。那么就是很多华人卖家会滥用这个东西，反正你这个仓库那么便宜，我不要卖货，我就把你囤到那里，然后到时候需要这个是真的有海外仓的功能，就是说它不只是 Amazon 卖掉东西，你可以从那儿发出去，你自己要 create 一个 order 也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我手上500件产品全部发给 Amazon， 那么比如说我的网站或者我的 eBay 又卖出了几件，我手上没有货怎么办？ Amazon 的海外仓是提供这个功能的，你是可以做这个
performance order， 它其实就是一个远程管理的仓库。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MFN 或者叫 FBM， 它是一个 merchant fulfillment， 就是大家所了解的这个 eBay， 就是你收到单发出去，收到单发出去。那这个模式是10年、8年或者6年之前的，已经过时了。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eBay 它一直没有上去，它没有下这个决心。Amazon 是连续亏了10几年才开始盈利的，就是因为它把钱投给了这个海外仓，因为海外仓本身仓库政府都会支持，没有问题。它的问题是在于它的人工非常非常的多，因为美国人工非常贵的，所以大家也经常看到说 Amazon 这个可能要造反这那，但是没问题。对我们 seller 来说，这是好事情，因为它的仓越好，人工越多呢，我们这个送货的频率越快。那么它现在这个 FBA 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在纽约很幸运，大家可以去网站上看一下，有一个 program 叫 Amazon Fresh， 还有一个 program 叫 Amazon Now， 也就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我下一个订单，我下完课出去，它订单已经送到门口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物流就是已经快到这种程度了。那么这个对我们 seller 来说呢，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你要做的只是把东西发给 Amazon， OK， 然后他会帮你把所有的，比如说你发了100件产品出去，他会把你这100件产品归类到各种，比如说30个不同的仓库，那么能确保这个整个全美，他只要一下单，他在2天之内一定会收到你的产品。这是一个他非常大的突破，也是 Amazon 这个老板非常有魄力，他愿意用股价去换，就是牺牲利润去亏损，去换股价，去换他的成功。当然他现在是做起来了，那咱们只能在后面说他好。这一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把所有东西都归在 SEO 之下，因为我这边已经没有 SEO 了，大家发现没有，前面15点这边只有4点，因为其实 SEO 就是这4点的总和，我实话告诉大家，只有把这4点做好，你的 SEO 才会成功。那么首先讲的就是这个 FBA 或者 FBM， 它在搜索引擎里面呢，曾经 Amazon 对 FBA 和 FBM 的这个权重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管是通过我 Amazon 卖出去，还是通那个 Amazon 的 FBA， 它收费是怎么提供？收费是这样的啊，收费呢，如果你不去用它的这些服务，对不对？你的第一个月发进去，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当然，当你卖出货物的时候，从它的 channel 发出去的时候，那它就会有费用。一个 fulfillment order 它的基数价格，咱们从最小的体积来说，就相当于说你可能是这一支笔，那么它会收3块钱的费用。3块钱费用只是它的 shipping cost 或者它的 fulfillment cost， 那么，具体是3点几，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因为我今天我这电脑在这里，但是就在这个附近，大家大概有个概念。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还要收15%的手续费。大家会说，哎，我本来只需要交15%，为什么我还要去交这3块？但是你这3块钱其实很正常，你自己还要去发 shipping， shipping 也一直在涨价。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你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因为你现在在想的可能是一天卖10个 order， 但是我们在讲的是一天卖3000到5000个 order， 那你要请多少人？我的问题是它的那 ongoing basis 它的 cost，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那个产品放在它的仓库里面，放了1年以后才卖掉，那它 monthly 有没有 charge？ 有，第一个月没有，第一个月，但是以后会 accumulate。那边有一个 Amazon FBA calculator， 我可以下课的时候给你修一下。你只要打进去你的那个产品的体重，然后你的卖价，你就能马上得到一个你可能的 cost 会是多少。那这样的话，对 seller 就有风险，就是你过了1年，你卖不掉以后，你非但没得钱赚，还得分摊仓储费。这样跟你讲啊，做所有生意都是有风险的。你把你的产品放在你的仓库里，你的仓库的月租费也是钱，你的地税也是钱，一样的道理。对吗？那么，所谓的风险不在于 Amazon 的仓租费， Amazon 仓租费到目前为止今年升了2次，还是相对于便宜的。它的风险在于你卖不掉货，这些货贬值的时候，这才是你的风险所在。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真正的货，如果你能卖货，这些仓租费对你来说根本不是很重要的，因为仓租是一个必须，实施的过程，不管你是放家里放在哪里，那么。这就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到时候尝试一下 FBA 的这个原因。那么 FBA 做 FBA 呢，就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有一个时间，的延迟性。因为以前它是今天发出去，明天可能后天就入仓了。因为现在它这个仓啊已经塞满了，
所以它可能会推迟到十五天。那么也就是大家如果做这个东西呢，要学一下库存管理，可能要提前个十五天啊，十二十天，这样保证不断货。这是后话了啊。咱们继续讲这个，对，这个我能回答你问题吗？有问题随时问我啊。咱们继续讲这个，为什么说把这个 FBA 和 FBM 放在 SEO 下面？因为 Amazon 他想让大家看到他筛选过的或者由他服务的产品。那么从2015年的下半年开始，8月左右开始，因为他为了应对2015年的旺季，他把 FBA 的整个产品的权重调得非常高。甚至你们可以拿一个手机做一下实验，随便搜一个东西，你们会看到首页出来全是 FBA 的，很少会有 FBM 的。那么 FBA 是一个怎么样的标志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叫 Prime 啊，大家等会抄手机看一下，如果实在不理解 Prime 是什么呢，我下个给你们看一下，你们会看到琳琅满目全都是 Prime 的产品。那并不是代表是 Amazon 做出来或者 Amazon 在卖的，只是代表这个 seller 是通过 Amazon 这个渠道去销售的。那么这个的好处呢，就是 Amazon 能保证这个产品的整个物流啊，整个运送到你手里，在它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一点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这个产品有问题，第一时间汇报的不是给你，而是给 Amazon。那么 Amazon 马上可以 take action， 说这个是假货，或者说这产品质量有问题，它马上可以 take down 你的 listing。这其实很好的，这样你们就不会在 Amazon 上面卖到垃圾。这其实是对客户的一个负责。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选品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章节来讲。因为以前大家电商可以卖垃圾的，以前电商其实最早出口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国内东西滞销了卖不出去了， OK， 我们把垃圾拿出去卖到国外去就成功了。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垃圾是因为我们大家也越来越挑了，被 Amazon 宠坏了。因为你收到产品，作为一个买家来说，我30天内随便退随便换，不用任何 cost， 我只要买他的会员就好。所以说你的产品不能说服客人的，你的生意是走不远的。那么我们讲一下这个 products， OK， 其实这里面更加严格讲是教你怎么样去 hunt 或者说那个 pick 那些 products， 会这些是很重要的。products 其实几个点，第一点是质量，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 Amazon 大家都知道有个 social 的功能叫 review， 对不对？还有个 social 功能叫 feedback， 这两点呢会对你的产品产生很大的影响。早前的玩法可能有造假，这那中国人都很会玩这些嘛。但是因为有 FBA 的存在，你的造假行不通，因为 Amazon 它可以很随意的去抽取2000个 audience， 让他来感受这些产品。那么这些 feedback 这些反馈才是最真实的。那么所以在产品一开始选择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点，就是质量啊。怎么样去讲这个产品的质量，我们课程里会有专门的一个章节，会提供很多资源给大家，包括选品，包括产品的 evaluation， 包括我们会教大家一款产品在推广之前是否值得推广，怎么样去测试这款产品的价值在哪里，或者说怎么样去测试这个产品以后卖起来大家会说它好还是不好。因为你自己心里可能有时候觉得，哎，这个笔很好，那么拿到我手里可能就觉得，哎，这笔为什么给我加了一个特效，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对产品心理自己不同的标准，那么我们会告诉大家尽量的怎么样去抓住这个你们的客户的一个点。 traffic， 我们课程里还会 cover 一点，就是 traffic， 就是因为你的产品做再漂亮，或者说你这个人品非常好，商品非常好，然后没有人来你的店，那么也就是没有 traffic， 那你的店一定会死掉的，你的产品最后一定会卖不出去，然后卖不出去你的产品会贬值，因为不断会有新的产品出来，或者会有破损，或者会有 aging， 对不对？那么 traffic 就是怎么样去把你的这些产品找到更多顾客的办法。这里面主要我们会用到几个点啊。第一点当然是大家可能生活中会接触到，叫做 promotion side。很多 deal site， 比如说我们会碰到的 slick deals， 或者说其他的 deals plus， 这些很多，这包括 Facebook 是很好的一个 traffic 导入的平台，现在来说还算便宜，相比于 Google， Facebook 的流量是非常便宜的。那么我们会到时候会教大家怎么去用一个 traffic 平台去导入这些 traffic， 包括Amazon 内部还有一个系统叫做 sponsor ads， 它是一个bid 系统，就是一个竞价系统，它会尽量将你的产品展示到
搜索它的人面前，当然这里面大家会付出一点代价。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怎么把这个代价降到最低，以最便宜的 traffic 拿到最便宜的价格拿到更尽可能多的有效的 traffic。最后一点就是 conversion rate。不管大家有没有在做啊，有可能大家自己已经在跑这个 Amazon 了。我们既然敢开这个课在这里呢，我们就敢把这些信息 share 出去的。因为我希望的是，我们更多的本土的华人能做成一个非常well known brand 在 Amazon 上面。我可以告诉大家，所有的 Amazon 的 SEO 最后的它的权重啊，都是在 conversion rate 上面。conversion rate 就是一个转化率，比如说100个人。看过你的产品，或者100个独立的 traffic， 独立 traffic 是指什么？是指，我一个人进来这个产品两次，那么我还是 count 为一个独立的 traffic。比如说100个独立的 traffic 进来，进来你的产品，最后30个成交，那么，你的 conversion rate 就是30%。那么这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咱们倒退回去讲 ，Amazon 是一个搜索引擎，搜索引擎 Amazon 它怎么知道？向上看，哇，你们是出来检查。没事，等会儿可以让 Ken 打印一下，给大家都拿去，有需要的话。然后搜索引擎，但是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机器，它并不是 Amazon 请了1000个人坐在那里，每天在那边看产品。哦，这款产品长得像我要的搜针之笔，我把它提到第一位，并不是的，它是一个引擎，搜索引擎。那么他怎么去判定这款产品真的是你要搜的那款呢？就是这三点之外的最后一点，就是 conversion rate。100个人大家今天都搜best Amazon course， 然后大家有100个人里面有50个人买了我们的 course， 那么我的转化率就是50%。那么反过来说呢， Amazon 他就相信了，说哎，大家喜欢你的产品，而且是通过这个词进来的，那么没问题，我把你这个词提得更高一点，我看看放500个人进来，或者放1000个人进来，甚至放10000个人进来，有多少人会买？如果你产品真的好，还是保持在50%这个 conversion rate 呢，就代表你的产品会越卖越好。我们要最终要做的这一点呢，就是把这个 conversion rate 轰上去。轰上去呢，那这个是个大工程。从你从产品的本身，叫 on HSEO， 就包括你的一些图片 bullet points， 甚至 listing 内部怎么编辑，这是赢在开头。那么中间呢，我们要通过 traffic 的导入呢，去增加更多的成交。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公式，就是你的 conversion rate 要好，怎么样才算好呢？它不至于你今天就一个人看买了一件，你100% Amazon 就把你放到第一位，这是不可能的。OK， 根据这个关键词的平均搜索量呢，它还会有一个公式。所以说 traffic， 在 traffic 有流量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去提升这个 conversion rate。这边可能会有点抽象，大家有问题的，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意思就是说，你的 conversion rate 越高， Amazon 到后面还是会帮你自己去 promote， 就是说你都不需要做，他都会帮你。正确，只要在一定的 traffic 基础上，因为 Amazon 它口碑一直非常好，为什么好呢？它好在它是保护 buyer 的，所以说当我们成为 seller 之后，其实我们是受害者，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赚钱了，所以做受害者你也是开心的。OK， 那么。他保护 buyer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在他确保这款产品合理合适甚至正确的情况下，才让更多的 buyer 去看到。okay. 那么这个 conversion rate 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今天我把你的说 iPhone 7 case 放上去，那可能1000个人看了只有一个人买，那 Amazon 很明显的就知道了这款东西我给了你流量，因为 Amazon 的流量不是天上掉下来了，是他花钱买来的。大家随便去 Google， 去 Bing， 去 Yahoo 搜索一件你想买的产品，你是不是看到第一个跳出来的页面一定是 Amazon 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手机，现在没有问题，一定是 Amazon 的。这些不是说它天生，哎，我就有这个流量，或者说就有这个位置。Amazon 也是花了大价钱，把全美的流量的50%-80%全部买断，因为它有钱，因为它花的是投资人的钱。那么也就是 Amazon 在赚钱的同时呢， Google 也在赚钱， Bing 也就是微软也在赚钱。雅虎也在赚钱，那么也就是一个巨头市场，大家互利互惠，成为一个合作的联盟。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位置这么难撼动。曾经，可能3到4年前，这些位置还有很多eBay买断的位置，现在已经没有了，eBay买不起，烧不起这个钱。OK， 那么，所以说呢，你的每一个
Amazon 站内的 organic traffic， 就是顾客搜进来的那些，对 Amazon 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就可能说你说，哎，王总，我不是从 Google 或者我不是从 Bing 或者从哪里进去，我就是进 Amazon.com 进去的。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Amazon.com？ 当然是你在某一天某一个节点曾经搜索到一件产品，或者你的朋友搜索到一件产品，有一个成功的购物经验，你才会去那里。这就是他的一个 branding， 这也是他花了他很多钱的。那么这是基本上的 SEO 的一个四个大的权重，四个权重都提升了，你的产品一定没有问题，一定卖得好。当然这个只是很浅显的四点，我们如果真的在课程上可能每一个点都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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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然不会说天花乱坠，然后最后你说哎我这一点都听不懂，我们会把它讲得很其实因为生意的本质你把拆分开来就会觉得每一点都是简单的，只是凑在一起玩。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conversion rate 只是一个结果，是你自己要去做的，就是 traffic 和 product， 你把这两个掌控好了以后，自然而然结果出来的就是高的 conversion rate， 是不是这个样子？怎么说呢，其实 conversion rate 呢，从你一个 seller 的角度来说，哎，我把这个做好那个做好，它的 conversion 自然就上去了，对不对？这个的确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要再独立的讲这四个呢？因为在 SEO 下面，你不要去想你现在放弃你是一个 seller 的身份，因为你现在咱们就说这一秒你还没成为 seller， 对不对？咱们就客观的站在一个seller 和 Amazon 中间的那个位置，你去看这个 SEO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只是向大家解释 SEO 这四个权重是怎么产生的。当然你作为 seller 之后当然没有问题，你说我 conversion 怎么提升，我当然也会教你提升这个做那个，或者图片提升 bullet points 提升，或者说internal listing 后面有几个位置你需要修改一下，那么你的 conversion rate 可能会提高。当然这是作为 seller 要去优化的地方，但是单独来讲 SEO 呢，这四个点都是独立计算的。反过来说呢，今天我 conversion rate 不太好，但是我从站外，我从 Facebook， 我从 Bing， 我从 Yahoo 一天之内导入一万个流量，这个时候 Amazon 是高兴的，它也会让产品往上走。当然权重没有 conversion rate 提升的时候高，为什么会高兴？因为这些流量是从别的站过来的，也就是 Amazon 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 Amazon 会让这些资源成功的上位。那么也就是说在 SEO 下面的四个点就各自有各自的重要性，它是四个不同的领域。那么从 seller 的角度来说呢，这一点跟这一点是紧密结合的。那就意思是说 conversion rate 还是有技术方面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的。对，我们会把这些都拆开来。 conversion rate 当然我们要做很多方法去控制它，甚至去提升它。 OK， 那么当你的产品到一个正轨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那么你的产品它的 conversion rate 就会稳定在一个值。这也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产品一定要选得好，因为到最后这里面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当你的作为一个 seller， 你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之后，作为一个 marketer， 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全部交给你们之后，你们推广做完之后，产品就是它真实的潜力，你就会看到的。当然我们会在这之前呢，把卖之前把产品啊，或者说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全部都做好分析，才是成功的或者成熟的去推广这款产品。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没问题，没问题。和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有点不一样的。没问题。就是Amazon 现在允许客人可以几乎是无条件 return， 一个退回去。那退回去以后，这个 return 回去的这个单儿来回是一种 back and forth， 这两个 cost， 还有产品几乎要是退回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废品了，因为客人打开包装了什么，你要再把它重新包装回来的，这个人工都会很贵的。这些 cost 是不是也就是 seller 自己来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 FBA 它收的那三块钱的，就是不算手续费的三块钱啊。你不管我寄了多少次退了多少次，只有成交那一笔才是那三块钱，只要客人一退货，那个三块钱马上预放到你账户上。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承担的一个损失呢，只是那件产品的损失。FBA 的 shipping cost 的全部是在那三块钱之内，因为你这件产品可能已经卖出去十次，被连续退了十次，你最后一分钱都没花，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说对 seller 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东西。那么总体来说，让你的操作更加灵活了，也不会说碰到一个特别烦的客人，一直要烦你骚扰你，他就是要骚扰你买你产品退，
怎么办？那没办法，你就走 FBA。FBA 因为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先讲到这点就给大家讲一下。FBA 它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请过去是做客户服务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客户退货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做 FBM， 你自己要打电话，自己要跟他邮件交流，他甚至骂你，甚至怎么样，他就是要给你留差评。但是做 FBA 了，他给你留差评，如果他投诉你是你这个货运很慢，或者你寄出来，这那，反正理由不合适，除非唯一一点不能反驳的就是他说你产品是垃圾。当然，他如果说你是 garbage， 你也可以在你的 feedback 系统里把它给擦掉。那么也就是说，对付那些无理的买家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用 FBA 这个系统， Amazon 会保护你，因为你什么都没错， Amazon 知道你什么都没错，因为你做的事情只是把东西送给 Amazon， 剩下都是他们做的，包括客户服务啊，或者他最后投诉你说这人客户服务超级烂，我打电话他也不接，这那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本身不是这客户服务，是 Amazon 做的。那么最后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 Amazon 会把你的这个 bad feedback， 那个 negative rating， 它会 eliminate。那么这个你心里就会不会那么难受。我们当初最早在这的时候，还有客人就是，那时候因为其实没有像现在大家说动辄就上百万、上千万，然后在做的时候一天做一两万的那些卖家也很开心了，就会有说，哎，我今天拿到一个 bad feedback，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FBA 系统，或者还没有那么流行，然后说难受一天，因为我打电话，他说，哎，是个老太太，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老太太说的其实说的是什么？说，哎，你这个包寄到哪里，我找不到了。那其实你真的没有错，你产品都寄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FBA 就会帮你 take care everything， 你就不会再有那些 hassle 那些烦恼。这就是大家可以去，或者说你有更多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Amazon FBA 的好处。对这些。为什么推荐我们要做这个 FBA 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本土，我们是本土的华人，其实我们应该有很大的优势跟那些国内的卖家来比，但是反而大卖家现在全跑国内去了。你可以说国内的人更便宜这那，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啊，他回去的海外华人做这个反而很少，都是真正从中国跑出来的留学生啊，或者一些本来就在国内深圳创业的那些人，反而把这个做得很好。这个就不是所谓的人工问题了，因为其实第一步我们都可以卖出去，我们都可以去把这个做好，只是我们第一步都没有去做。那么做这个 FBA 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的货可以直接从美国发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一旦你的产品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召回，你召回呢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因为你召回的是美国。但是如果换一个华人卖家，他的产品一旦出现问题，他召回他可能就要送美国当地的另外一个海外仓，那你的价格就不成本就非常高了。所以说我说我们既然都在美国了，大家都是华人，华人呢对 import export 都是有点基础或者耳熟能详，至少有一点涉及的，那么其实做 Amazon 这个生意其实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可以一点发挥自己的 import export 优势，第二点可以发挥自己作为世界工厂出来的人的优势，因为中国人是宰不了你的，因为现在都市场很透明，你去个老外他可能宰你，去个中国人就 purchase 一定不会宰你。 OK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path 好吧。就算我们课程里比较就肯定你可能对上课没兴趣，可能或就今天只是想听个公开课，你们可以把这两个 path 给记下去。这是一到六步，这是一个顾客购物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个 path 有用呢？因为大家，可是六位同学有个问题。哦，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那个站外引流的话，反而造成了转化率降低的话，会对亚马逊的 listing 有影响？不会，站外引流就是我刚才说的 external traffic， 对不对？那么 Amazon 其实它是很喜欢这些 traffic 的，不管你是从 Facebook 还是从 Google。甚至从这些 deal 网站引过来的，但是这一天你可能会造成 traffic 暴涨， conversion 会暴跌，对不对？没有关系，为什么？就是对，这样如果对那个 listing 本身是反而有好处的。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你刚漏提中一个很重要的点， conversion rate 它是 base 在关键词搜索上。那么站外引流过来的可能只是看到你的一个广告。说，哎，这边有个 case， 他进来是点你的 link， 而不是搜索进来的。那么也就是这些 traffic 都是无头的，他没有牵涉到任何一个关键词，你懂我意思吗？那么也就是说，他不会对你的关键词有任何影响，能理解这个角度吗？ Okay， 就是、那么如果说你引了通过 Facebook 广告引了2000个引流过来，但是这2000没有成交任何单，然后
转化率暴跌，但是对亚马逊而言，你其实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只是损失在那个广告费上。对你的关键词而言，你是没有任何损伤的，你能理解吗？这我知道，但是你那2000个人过来 ，OK， 我们今天拆分一下，2000个过来，那今天比如说你的 traffic 总量是3000，2000是靠你站外引流过来，那么3000里面，那1000可能都是通过搜索，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手机壳是吧 ？OK，iPhone 7 case 或者 iPhone 7 beautiful case 或者 anything that's related to the keyword，OK、okay?。那么另外那2000呢？它其实是你的一个广告进来的，你的广告是没有任何 keyword， 你的站外广告是不能放任何 keyword。你如果放那些 rich link 在 keyword 会被 Amazon ban 掉 ，OK。那么也就是说这些 traffic 进来的 ，Amazon 它是不考虑你这个 keyword， 它只是考虑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是一个热卖的。那么热卖的好处是什么呢 ？Amazon 定义你，它还是定义你的1000个搜索词进来的 traffic。那么再往深一点说呢，就好像 Amazon 一款产品刚上去，我放了一支笔，然后我的 title 叫做 iPhone 7 case。那 Amazon 怎么知道它不是 iPhone 7 case 呢？因为它其实不是 iPhone 7 case， 对不对？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 Porsche car， 你怎么告诉我它不是一个 car， 或者它不是一个 chair？或者不是一个 property， 通过之前别人买的那些 ，Amazon 它是一个机器，它不会看图片的。搜索以后，然后没有卖出去。Conversion rate，OK、okay。那么通过好几点它来控制，那么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无效的 traffic 三年，但是它是站外，只要不是 keyword related， 它都是没有影响。Amazon 真正定义这款产品是个什么东西，只有你搜索的时候，通过这些搜索词成交了，我今天搜。就算这支笔我搜的是个 car， 我进去了，我卖掉了50个，就是我恶意去买到50个成功了，他就把你当做一个 car， 因为他是个机器，他是一个系统，他是个搜索引擎，大家不要想这是个人，他就是个搜索引擎，你要做的就是去引擎机器，他永远都是有一部分是死的，你把那部分做好了，你就会相对于其他卖家来说占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 ，external traffic 进来呢，它并不会对你产品本身的这个定义产生任何影响。其实这个 conversion rate 的话是 keyword search traffic， 就是它的 send rate， 跟那个是无关的，其实是那个。往上倒，再讲细一点，没问题。这个是好问题，其实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刚既然说了，哎，你反正说那2000个，大都不是关键词搜索来的，对我产品有什么帮助呢？对不对？对你的产品的帮助就在于 Amazon 这个时候已经通过那1000个词认定你这个产品是个手机壳的，或者认定这是台车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送三万个无头的 traffic 进来，那3万个 traffic 是对这个词有帮助的，即使他们并不是那个词进来，因为 Amazon 先要认定，但你一款产品做完当天，我说这是个 car 放在那里 listing 挂上去了，然后 Amazon 在 Amazon 内部啊，在它的系统里面，它并没有对你产品定性，并不是说你说它是 car， 它就是一个 car， 你不是说你把它放在那个 car 的目录下面，它就是一个 car。对 Amazon 来说，它还是一张白纸，它真正定性的时候是不停的成交，不停的通过什么词成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才会定性。当它定性你这就是一个 car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什么垃圾 traffic 送进去，它都是觉得他们是来看这辆车的，而不是看这支笔。OK， 所以说 traffic 有它的独立性，当然也有它的必然性。比如说 organic traffic 就是站内的。Amazon 站内的 organic traffic 就是你们进入 Amazon.com， 这个叫做 organic traffic。接下来那一步，你们一定会搜一个东西进去的，这就是 organic traffic with keywords。OK， 这个就是跟 conversion rate 有关的。这个就是先定义你的产品，再把你产品轰上去。你先说的那个 SEO， 实际上说是针对 Amazon 外环境来说，对不对？就是从比如说你说 Google Search Engine 或者 Bing Search Engine， 如果是在 Amazon。里面本身的话，你这个 SEO 没什么。其实我讲的就是 SEO 内部的 SEO。就是内部的。对，因为内部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要买一个 iPhone case， 来，我就跑到 Amazon 里面去，我就 search 那个 product， 然后就是 iPhone case， 然后它就列出来一大串，来可能有几千个那个 seller 在卖这个 case。然后按照我一般的习惯，我就 sorted by price， low to high。那这样的话，那个你 search engine 一点用都没有。OK， 对对，那么我告诉你一个大量的人的购物习惯啊，咱们来做个实验啊，咱们说 iPhone 7 case，
95%以上的成交呢都会在这块位置。那么大家仔细看，能看到的啊，仔细看这个 sponsor 的，这个是2015年开始他们着重推广的，以前其实它也有这个功能叫 sponsor ads， 但是以前不放在这个位置。这个呢是它的广告位 ，OK。那么这个它就是 organic traffic 的第一名，你会发现它的广告位它并不是 best seller， 反而是 organic 的第一名，它是 best seller。为什么？因为它会根据不同的 browser， 它会去进行不同的格式设计。你用手机现在进去，你会看到这款产品它就是第一位，而不是你上面看到那三款广告，而且广告是一直在跳的。那么反过来说，我们 SEO 要达到位置呢，就是我们的 search engine， 它你要记住，它是一个搜索引擎，不要想它是 Amazon 什么都不是，它是一个搜索引擎，跟你用 Google 是一样的，只是你用来找产品的一个搜索引擎。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统计的那些数据全部做漂亮，你的产品自然会上去。那么你刚刚说的所谓的站内站外，其实并不是，其实他们都是站内的，刚才所讲的，跟你讲一下为什么这些都是站内的啊，包括这个 traffic， 我们只是讲 traffic 有站内和站外 traffic。刚才这位先生他问的只是一个，他因为可能比较懂，他问了一个站外引流这个问题。那么站外引流呢，它是 traffic 的一种导入的一个窗口。那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站外那个站可以去收来嘛，但是这只是 Amazon 里面一部分嘛，我只能说只是。可能会用到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把站内的引流全部收来啊！你们看一下，这款电话刚出来，现在一个月吧，已经有178万的搜索量，就是产品挂在这里了。那么可能到下个月就是300万，再下一个月可能就是500万。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它既然有这么多产品，也就意味着它有大量大量的 traffic。你要做的是抓住这个站内的 traffic， 每天有多少人在这边看，你把这些 traffic 抓到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站内把这些自然流量全部抓到自己手里，因为 Amazon 帮你花了钱买的流量进来这个地方，就是分享给大家的。它这么大一个派，你自己能拿到多少就是自己的实力。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Amazon 看到我们，去把这个派切多切一点。但是我觉得它这个 SEO 没什么很大的效应，因为一般的消费者习惯，哎，比如说我自己我想买一台 iPhone 7，我进去我就是盯着这个产品去。所以呢 ，Amazon 可以做很多 sponsored promotion 呢，放在 first page。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就会 ignore， 我就会 sort by price， 因为我知道我就要买 iPhone 7，我就找一个最低的价钱。因为 iPhone 7不管是站上卖、你是卖，都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不管你是咱们讲到这一点啊，对，很简单 ，OK。当你，咱们这么说，当你能做出一款 iPhone 7的时候，就不需要去学这个课程，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卖家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做一款产品，怎么样让大家，就是我五花八门的产品下，怎么找到我一个不出名的人？我没有任何基础，但是你做 iPhone 7，哎，你说我做了一个 iPhone 7，大家进去肯定是找 iPhone 7长那个样子，那是因为苹果已经花了多少钱在广告上，而且你不 own 那个公司啊，真正买 iPhone 790%人不是去 Amazon 的。去他的官网，去他的店里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么 Amazon 它的平台，它的好处呢，就像我说的，我们是一个以小博大的平台。当我们没有任何基础的时候，我们如果能站在这个 listing 最高位置的时候，你就赚钱了。我电脑上还有一些插件，到时候分享大家，你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可能一天的卖的销量。像如果你能在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因为我最近有接过这个 case， 一个月的销量大概在3500到4000。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有同时有10款这样的产品，占据各种不同的关键词，咱们不要说多，说10款，你的维护成本并没有说像你去实体店去那么高。就一款 case， 你坐在家里，你一天报4000个，你都报不过来。那么这时候就要用到 Amazon 的 FBA， 给你节省人工。OK， 那么这款产品怎么样能一直保持在最高上面呢？你选品时候很重要，这 product 也很重要。那么它为什么能在那个位置上面呢？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 traffic 的同时，它的 conversion rate 非常高。所以说 SEO 其实是一个过程，是说我们一款新出生的一款产品，就像你说的 iPhone 7那个Phone， 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把它送到最高的位置，就包括这款 iPhone 7 case， 它不是说生下来放在那里，我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回来看看我就已经在这里了，是不可能的。是我们要做工作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怎么把自己的这个位置轰上去，怎么样让自己产品得到最大的曝光，
因为 Amazon 每天在外面花钱为我们大家买流量，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流量抢过来，抢到自己手里，那我们就成功了。SEO 主要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它不是说教你怎么去卖东西，而是帮你把这个位置轰上去。那那个 sponsor 是厂家的，然后下面 buyer 是不对。当你在这边卖的时候，在 Amazon 卖的时候，我再重申一下，为什么我们个人或者我这么推崇大家去做 Amazon 是很平等的，没有厂家，没有个人，没有任何区分，只凭实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sponsored ads 它就是一个很公开的。你有接触过Google AdWords 吗？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竞争的一个广告平台。你的每一，这是一个 pay per click system， 你每点一下它是要付钱的。那么这种玩法呢，90%都是亏，500%以上，谁会去做这种事情呢？傻瓜和小白。 OK， 真正有钱的公司或者有实力的公司呢，会去抓这个位置。因为你现在拿手机去搜 iPhone 7 case， 你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你是看不到这三个位置的。那么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好处呢？有它的好处，而不是在这个用法。这个用法很多是一些品牌商、推广商，他们会推到这个上面，他们不为了赚钱，不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他的brand reputation。 就好像你现在开车开过 Brooklyn 你会看到，或者开过 Chinatown 你会看到 iPhone 7 Plus 那么大一牌子，他不是说你挂那个牌子他当场你就从牌子下面可以买手机的， No， 他只是让你记住这个东西，被你一个洗脑。同理这些广告位是这样用。当然放在这个位置呢，以这个搜索量来算的，这个因为这个价钱是自己设的啊。你比如说我愿意出5块钱让人点一下，以我经验估计呢，这边点一下3块多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你一天点个100多下、200下，甚至500下，当然这个budget是你自己选的，你可能卖出去的就是这么10个，其实完全就不值得了，因为你亏得会很厉害。那他为什么要做呢？那他就是有钱，说白了就是有钱，就是。不会是光有钱就愿意这么说，他肯定是销量。销量呢？这样跟你讲啊，是实话实说，大家会，你们可以回家之后再测试啊。只要在这三个位置的大词，我说的是大词，你们点进去看，这些人一定是新手卖家，或者说卖的不久的。当他们觉得，他们当天听见我花500块广告费，我卖出了20个，我想我亏了一点，但是我卖出去了，心情很好。但你过一阵之后，你发现你这个模式是烧不起的。OK， 我们当然会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广告系统。广告系统做在这里呢，是烧钱的，但是你做在这里呢，它的中间的位置应该也会，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它的价钱就会稍微低一点，在这个位置它的价格就会稍微低一点。那么你在同一个地方做广告呢，我们随便点一个进去，进 caseology， OK。那么你的广告还会在哪里呈现呢？会在这里呈现。你说广告系统是烧钱的吗？要做吗？要做。怎么做呢？我们叫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课程。我们里面有一节是讲 PPC 的，会讲大家前期怎么样通过烧钱去把这个关键词去抓住。因为你一款产品可能有100种叫法，对不对？那么就好像你，咱们说我这手机壳好了，透明壳。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词当作 iPhone 7 case 去推广呢，你要花的钱就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 iPhone 7 case 可能选择面太大了，可能我100人看只有大概2-3个人喜欢透明壳。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把它当作一个 iPhone 7 clear case 去推广呢，那转化率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么还有一件好处呢，在这广告位它的好处是有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广告位所有 click 进去的，大家看一下啊，广告位所有 click 进去的呢，它是计入你的 conversion rate 的，就是说它的每一单成交是有助于你提升你的真实的 organic 排名的。你没有看到广告吗？是我跳过了吗？你们下面有 sponsor， 不好意思。对这个啊，咱们仔细看，为什么它是记呢？它是记录你的真实流量的。我们从这个 super URL 里面看啊，我们把这个打开来，我们讲的稍微有趣一点。用一下你的通过大屏吗？有没有东西？我没有拉给你去。
等一下，我们输个 Notepad 就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啊。Amazon 是怎么抓这个信息的？我们把这贴出来啊。你看前面 blah blah， OK， 咱们就从这个 URL 来讲 ，Amazon.com 这个不用说了，这个是它的 title 的缩写 ，Snug Infinity Protective Key Bumper， 你可以看 ，Snug Infinity Protective Bumper， 这是它的 title 缩写啊。咱们讲这个是它的 ASIN number， 这些东西它是它的 ASIN number，ASIN number 是什么？是一个产品的，相当于你们真实世界的 UPC。Amazon 呢叫做它的 ASIN number， 对吧啊？那么接下来呢？这是它的分类 ，wireless， OK， 这叫 unique ID， 就是你每它 Amazon 这个东西加的呢是防止你用机器人来刷单的。国内不是有很多刷单吗？只要有这个 unique ID 呢，你的刷单每一单刷出来都是同一个 unique ID， 你一定死了 ，OK。最后来大家看，关键是在这里，我们把前面都删掉，我们已经讲完了 ，OK， 大家 OK。第一点 ，sponsor keywords，OK、okay。Sponsored ad， 他就知道哦，这是一个付费流量入口。第二点呢，它带 keywords， 那么也就是 iPhone 7 case， 它这个 click， 包括它的成交，到最后都是算作一个真实的、有效的 conversion 的，因为客户的确是花了钱，通过 iPhone 7 case 这个词进来的。OK， 所以说广告的好处呢，也就在于这里，你一款新产品在大家没人知晓的时候，对不对？又不怎么会推广，怎么办？如果我真的很有钱，那我就砸钱，砸广告。我就花个一万广告、两万广告出去呢，我的 organic 排名当然会提升一点。当然，但是我是说，如果我们作为卖家，我们作为一个初级卖家，我们要去做这种行为的话，就是很愚蠢。我们会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当然，这个东西、这个系统是肯定要学的，因为它是站在很重要的一个流量再交易平台。所以说 Amazon 你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购物平台，你把它当做一个购物网站呢，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想不通，为什么我要卖个东西这么累还花那么多钱，或者那么多步骤，而你要把自己想成一个今天在这个搜索引擎里，怎么把这个搜索引擎玩转，怎么把这个你的东西 expose 出去，就是这样。 OK，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pathing， 好吧？刚刚因为讲到这个 pathing 了，不管你们现在在这还是以后在哪里自己在做 Amazon 或者说怎么样，没有问题，记住这个两个 pathing 就是前购物前和购物后的，这是 SEO 系统真正会用到的地方。其实不用讲，你看啊，我讲第一个 search，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keyword， 你要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准确的 keyword 来形容你的词。OK， 顾客的第一步一定是进去搜索你的产品，第二点呢是 browse， 他会 check。那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叫 click through rate， 这是 CTR， 现在 Amazon 已经把这些东西加入 Amazon 排名统计了。前段时间呢 ，Amazon 有个 bug，CTR 是什么 ？Click through rate， 就是说大家100个人都点了，都输了 iPhone 7 case， 有多少人点进来？不一定要购买，这是它跟它 conversion rate 的区别。我点进来，就说明这款东西跟这个词是有关的，而不是那，就好像我今天放了一支笔，然后我说这是个什么车，没有人会点进来，当然有可能会有人点进来来好奇，哎，怎么这是个什么车？那么最重要这个点呢，就代表了这个词。跟那个这个产品跟那个词呢是 relevant，OK、okay。那么中国卖家前段时间利用了这个漏洞，现在已经修复了啊，他就创造了大量的虚假账号，不停的点进去。那么 Amazon 的系统主动判断，哎，这种词好像很热，大家至少都觉得这款产品和这个词有关，一夜之间就把这个产品轰上去，可能是款垃圾产品。当然这是中国卖家的玩法，一般有 bug 呢 ，Amazon 都会 take action。最多最多特别严重的 bug 20到30天就完了，当然这个大家不用去想，如果特别有兴趣这个我可以跟你们随便聊聊。然后就是 adjust search，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 long tail keyword， 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你 SEO 要做到的。 SEO 不只是做一个词的，是把你这个产品可能做到的词都要做进去。 long tail keyword， 什么是 long tail keyword？ 我刚才说的 iPhone 7 case 你叫它 keyword 没问题，但是 iPhone 7 clear case 它就是一个 long tail keyword，甚至 iPhone 7 clear case made sold by Apple， 这也是一个 long tail keyword。 那么就像我刚才可能进去的时候我搜 iPhone case 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透明壳，那这个时候顾客他们会再调整，他会去搜这个词。那么你要去把这两个词可能出现的词都要考虑到，做到你的 SEO 计划里面。 SEO 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去想的细致。那么反过来说，为什么要做 long tail keyword 呢？因为它非常便宜，它的成本非常的低，你可以很轻松的在这些词里面赚了很多钱。
不是说我今天知道它是 case， 我就不知道做其他的。大家一定要脑子要灵活。做 long tail keywords 也是有很多那个 traffic。compare，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conversion rate。所以说大家会看到那四个点一直贯穿在你整个购物的过程里面。为什么 conversion rate 会在这一步出现？因为这时候他看完产品 ，browse 完 ，adjust 完 keyword， 他是要成交了。那这个时候才是他算 conversion rate 时候。那么他比完产品，最后再决定我买这一家的，用这个关键词搜索进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 conversion rate 在这一步就产生了。OK， 接下来就是 fulfillment。如果这个时候他买完之后，他决定要买这款了，进去一看，哎，这没有 FBA 的，然后只有 motion fulfillment， 我收到可能要等20天或者15天，或者快了5天，然后我最后还要跟他交涉的，有可能他就 pass， 他找一款类似但是 FBA 的产品，因为，他现在会员将近2000万，你就光赚这2000万会员的钱都赚不完，会员是不会去买那个 motion fulfillment， 他们估计都会把那个功能给 filter 掉，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些自发过的。这就是 FBA 的好处，在这一步呢，就会大大的提升你的转化率。你想一想，你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产品好不容易让人看到，到最后一步，其实你货就在美国，但是人家不愿意用你这个什么 USPS 啊这那，他不信你自己发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是你发的，我最后还得给你打电话，而不是给 Amazon 打电话。那万一你真的是个流氓怎么办？我不买。OK， 因为这一步而丢掉 sales 呢是不值得，这也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一步讲的 FBA、FBM 又联系在一起。最后这一点就是 sales， 为什么刚才那一张SEO 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我没有放 sales 呢？其实做一个那个购物网站，这毋庸置疑，这个 sales 一定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就根本不需要加进去。当你把 SEO 做完了 ，sales 自然就上去了。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产生这个 sales， OK， 当然 sales 产高了，它排名就上去了，然后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说最终的目标我们是抓住这一点，我们要做的 SEO 也是为了这一点。那么这是购物的这个六步，你们把这几个可能会用到的点一直去分析，分析完了写到你的 mapping 里面，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完善的 listing， 甚至可以做出一个很完善的广告。 OK， 这没完，因为如果你卖完东西擦屁股走人了， Amazon 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更重要的是这后面这几步， 这是购物之后的一个 evaluation 的 process。 OK， 如果是 FBA 呢，你就已经可以忘掉这一步了。 Delivery Amazon 会 be responsible for it， OK， 就算是货物弄丢了这那的， Amazon 都会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你的产品寄丢了或者入仓的时候找不到了， Amazon 都会以原价赔给你。原价是什么意思？你的产品挂牌 卖的是100块，他就赔你100块， OK， 这个是他的好处，让你会自己卖得很放心。那么 feedback， 这是一个 customer rating 和 review， 这两点我先讲8和10，就是我刚才开课的时候之前有讲过，讲过 Amazon，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个 social 的概念，包括你的 Facebook， 包括Instagram， 它其实是一个 social， 对不对？一个 social 的系统。那么 Amazon 其实也有这个概念，它的很多东西，包括 Amazon Vine 那些，我会跟你们讲。但是这两个是大家玩的最普通的、最普遍的，可能你平时只是觉得我上去打个分，其实不知不觉中这已经是一个 social system。OK。因为你的每一个言辞啊，都会影响到这个 seller 的 performance， 这个呢是有关产品的 performance。 OK， 那么 review 它是跟着一个产品，我给大家可能抽象一点，我给大家进那个网站看一下。什么是 product review 呢？这个就是 product review。 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开发出产品在至少4颗星以上的，这个课程里跟大家会详细分享。那么 product review 的好处是什么呢？刚才说好 iPhone 7 case， 你看到没有，它第一点它显示出的是 relevance， what's relevance， 就是我跟大家做的 SEO。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边的功能，你看 customer review， 但是你仔细看啊，咱们说 relevance 这个点它是默认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大家仔细看这个产品，至少都是4颗星以上的，因为这是一个 Amazon， 你看这两款啊，这两款产品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两款产品在3颗星的时候还能上去呢？它的 BSR 非常的高，这点在课程里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东西讲开了非常高，非常深。它
简而言之呢，就是它的 traffic 很高，它的转化率也很高。那这个时候呢，在一定比例之下，它可以被这个 influence。但是你会看到，就你们就去观察这个词，观察这款产品，可能在接下来一个月会不停的下降。这是 I can promise you 这一点。OK。除此之外，大家会看到，只要排在前面都是 review 非常高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人家作假做出来的，作假呢曾经有，现在很难。但是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它的产品好。哦，不好意思，这个 feedback 我还没讲完啊。这个 review 呢，它只是跟着这款产品的，也就是说，如果这款产品今天你不做了，那这些 review 就消失了，它就没有任何价值。那么 feedback 是一个什么呢？你点进一家店，你看到没有？这边有个70000多个 rating， 这个就是一个 feedback。你看到这边有个一星的，这个就是所谓大家都说店家好，这是给你这个人的，给你这个卖家的，他会说你这个卖的这个雪饼做的好不好啊，客户服务态度好不好啊。但是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你有 FBA 呢，他都会帮你 take care。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目标呢是 99% positive， OK。 如果没有做到 anything less than 99%， 你就是个 fail， OK。 实话实说就是不会做的。OK， 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take 一下 note， 现在问我，等会我一样的啊。我们继续先把这个 pattern 讲了。 product usage，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放在 review 前面呢？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所有人的购物习惯都是买完我就去说，哎，太好了，我太喜欢它了。不会， usage 很重要。一款产品你至少要找一款能用得上，至少3个月之内不会坏的产品。 OK， 这个是产品开发里面可能会讲到，因为很多客户的习惯是在我用完之后，特别是人啊，有个心理，我产品用得好，我不一定会去留 review 的，但是我今天这个产品坏，我一定要上去骂他一下。 OK， 真的。这个时候呢，你的 usage 一定要保证，这样才确保你的 review 这一步呢是没有问题的。 usage 跟你的前面的选品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有些产品质量很好，但是可能它的 usage 并不是，当然跟质量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它的 usage 呢可能会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他们就不能留那个 review。 所以说这个点呢，大家自己细细的去想一下，还是跟 product selection 有关的。所以说跟我们前面那张 PPT， 这张 PPT 里面的 product 里面是很深的一个点。所以说产品前期选择的时候要考虑这一点，要考虑客户用完3个月任何一个时间点他都可以给你写 review， 要让客户不会生气。 OK， 因为一个人的一个，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目标是4星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一个一星可能需要3个5星才能修复它。3个5星比拿一个一星难太多了，因为一星不生气就可以了，5星是要我心情特别特别好的时候我才有空上修一个。那这个当然是 customer service 了， review 里面有 customer service， 这个有专门的平台，我会告诉大家几个比较好的平台或者比较易用的，怎么样去增加你的 review。 但是易用的这一点呢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你产品不是那么好的话，它会帮你捅过来很多不好用的特别烂的 review。 当然这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客人。曾经呢，早些时候他们还有个新的玩法，说送产品，送完你帮我测评。前两天呢 Amazon 把它封掉了，因为不然它就是一个对 review system abuse。 所以从今年开始呢，你会看到的这些 Amazon 的这些 review 啊，相对来说会真实很多，所以选品变得越来越重要，垃圾是卖不出去的。接下来就是这一点 repurchase。 很多人做 SEO 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这其实是一个 conversion rate 的加深。什么是 repurchase？ 就是我现在买完这个 case， 等我到时候再回到这个网站再买一个这个 case 的时候，这个相对于 conversion rate traffic or anything， 它是 above anything， 这个是最重要的，顾客的回头客的返回率。 OK， 因为你的产品帮他抓住了客人，这个时候你不用去看什么关键词，就是只要他 make 这个 purchase， 你这个产品对你的产品帮助就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老的卖家他反而会很容易的推广产品，因为他有很多 repurchase 或者有很多 comeback customer。 那么最后就是 Amazon 的 internal evaluation， 基本上就是两个 pattern， 购物前购物后。大家做产品之前如果有迷茫啊，有困惑的时候，就去想一想这些几个点，然后整理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呢，如果在课里就问我，好吧。